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论影时光，我是小颖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一部惊悚片《服从》，由真实事件改编。影片一开始，作为快餐店经理的桑德拉正在清点仓库送来的应急食材，接着女主贝基登场，她是桑德拉店里的收银员。电影正式开始，人刚到齐，桑德拉就先给大家开了个会，只说昨晚因为有人没有关好冰箱，店里损失巨大，接着又提醒大家今天会有人暗访，所以一定要保证每个人都不会出错。总之看起来今天一定是非常充实的一天。正当大家忙得一团糟的时候，桑德拉突然接了一个电话，对方声称自己是警察。他告诉桑德拉，收银员贝基涉嫌偷窃顾客的钱包，被偷的客人到警察局报了案，而这件事也已经得到了局域经理的同意，所以现在需要桑德拉协助调查，先把贝基控制起来。桑德拉于是把贝基带到储藏间开始谈话，贝基一口否认偷钱的事情，但警察却说自己有监视器可以证明。接着警察要求桑德拉帮忙搜身，并且扣留贝基的手机。桑德拉搜完之后赶紧给警察做了汇报，企图把事情赶紧解决完好继续工作。但事情并没有结束，警察给了桑德拉两个选择，要么把贝基带走关押，要么对贝基进行脱衣检查。其实看到这里，想必大部分看官也明白了，这其实是个诈骗电话，但是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忙得一团糟，没有人去确认警官的身份是否是真的，而贝基自然是不愿进监狱的，于是就同意了让桑德拉搜身的建议。但是当桑德拉把结果汇报给警察时，对方却要求贝基连内衣内裤都脱掉，并解释说这经常被用来藏赃物。检查完毕后，警察又要求桑德拉把贝基的衣服全部收起来放到自己车上，并说自己正在守查贝基的家，因为贝基的哥哥涉嫌种植大麻，而贝基很有可能参与其中。这下可就不是简单的盗窃案了。桑德拉表示自己很忙，总不能一直看着贝基，于是警察提出找一个男性来看管，一个光着的妹子找男的看着合适吗？但是桑德拉显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，他找来了店员凯文，然后解释一番离开了。镜头一转，投向了一个猥琐男，没错，他就是所谓的警官。此时的他正喝着奶昔试图忽悠凯文，不过凯文拒绝了搜查贝基的要求，桑德拉只好找来了自己的未婚夫。而事情也就在这一刻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，骗子要求未婚夫检查贝基，并让他描述贝基的身体，让贝基做跳跃运动。而喝了酒的未婚夫显然也脑子不清楚，傻乎乎的就跟着骗子走。至于贝基，更是骗子说什么就做什么。中间桑德拉进来了一次，但是他不仅没有理会贝基的请求，反而吼了他，认为今天的麻烦都是他给惹的。骗子在电话那头自然是听得一清二楚，于是在桑德拉离开后要求更过分，不仅让未婚夫打了贝基的屁股，还让贝基奖励了未婚夫。结束之后的未婚夫慌忙地离开了，但是贝基还得有人看着，于是桑德拉找来了修理工。骗子故技重施，想让修理工检查贝基的身体，不过修理工直接拒绝了，并且离开了衣帽间，可以说是非常酷了。此时桑德拉才想到跟区域经理求证，但经理显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接着真正的警察来了，并调侃道，真不知道炸鸡里究竟放了什么，这么多人变得不正常。很快警察找到了骗子，你完全想不到这种人居然有着一个良好的家庭和一份体面的工作。而这个看似荒谬的案子也是真实发生的，当时美国一共有70起类似的案件，所以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先研究一下它的合理性。服从权威很重要，但是服从正确的权威更重要。对于贝基，真是怒其不争，哀其不幸啊。我是小颖，更多精彩电影欢迎订阅论影时光。